不知道哪些。干嘛？你已经调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在我人生的规划里。木头人啊，好啊，那你数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不行啊，你要转过去，好吧，一二三，我输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心动了，傻眼。你爸妈是天文学家吗？不是。那他们怎么把最美的两颗星镶在你眼睛上？你就上次了，你个人那间餐厅蛮好吃的。不要再玩手机了。上礼拜跟你出去的那个女生到底是谁啊？她是我干妹啊。你又在骗我了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我当然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啊，因为我放在心里。全世界第二幸福的人，那最幸福的人是谁呢？有了你，我就是那最幸福的人。开始啊！我想要死自己。What?